谢谢大伙儿。今天这个现场来的朋友不少，哎，人还挺多的啊。我大概去数了一下，怎么样？得有30000多人坐这个地方看，挺高兴。哎，啊，你怎么看出来有30000人的？我散光。哎，你散的还挺厉害的。大伙儿这么热情，据我观察，大多数还都是年轻人。哎，年轻的朋友居多，都是00后吧？咱们00后在一块好，什么00后？有共同语言。好家伙，你还00后啊？中国这么多年历史沧桑都在你身上体现了。打我身上能瞧出什么来？你让大伙看看，长得跟那兵马俑一模一样的啊！照你们这个意思，这是贵俑。你看，难得一见，兵马俑活了。我站你旁边，我都感觉自己像秦始皇。大点声，你像个什么？秦始皇。就你这个倒霉模，你还秦始皇？你还不信？你把那造型再摆一遍。干嘛我？你再摆一遍，你再摆一遍。干嘛？你来，你让大伙看，像不像？你相声大伙都知道啊，往这个地方一站，形式非常的简单，哎，两个人说话就可以了。但是对于我们演员的要求特别高。有什么要求啊？不光是得研究好相声啊，对这些个姊妹艺术我们也得涉猎别的艺术门类嘛也得学习。你比如说这个戏曲呀，那我们得学。舞曲呀也得听啊。包括现在的流行歌曲呀我们都得掌握。您怎么样？喜欢哦，喜欢研究流行歌曲哦，还善于研究，也取得了一些小成果。有什么心得吗？跟大伙儿分享一下。您给说说。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，曲子谱的不错，是，但是这个歌词儿差点意思。怎么还差点意思？严重的不讲理。哦，现在这个流行歌曲歌词儿还有不讲理的地方？太不讲理了。您举个例子。举个例子啊，有这么一首歌。哪首歌？叫如果有来生啊。这歌我听过。听过吗？这是那个谭维维演唱的歌曲，前两年特别火爆嘛。是，有那么两句唱词儿啊，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。哎，您给唱唱我们听听。干嘛你做胃镜呢是吗？打开口腔。你吓我一跳，我都看见早饭了。眼神还不错。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，等候鸟飞回来，等我们都长大了，就生一个娃娃，他会自己长大远去，我们也彼此远去。我给你写信，你不会回信，就这样吧。好啊。这高唱，这怪臊，行啊，唱的还真好听。我觉得我唱的也不错啊。你们主要听这个歌词儿，是不是不讲理？这歌词儿哪点不讲理啊？你听这个词儿啊，等我们都长大了，是，就生一个娃娃，生个娃娃吗？他会自己长大。我就纳闷了啊，什么娃他能自己长大？你跟他们说葫芦娃。还是的，让您那么一说，这歌词是有点不讲理。还有更不讲理的？还有哪个？有这么一首歌叫《第一次》啊，这是光良唱的歌，有那么两句唱词啊，我再给大伙展示一下。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，24小时都没离开过。哎，就这么唱。你听这歌词，这歌词怎么了？你躺在我的胸口，24小时都没离开过。老那么躺着，我想问问这二位啊，怎么上厕所？要您那么一说，现在这流行歌曲歌词都没有写的好的了。哎哎，也不能那么说啊，写的好的还是有的。哦，都有谁呀？比如说大伙儿都比较熟悉的啊，那个李宗盛是，方文山呐、吕纳超啊，周杰伦呐。您等会儿啊！您刚才说的一堆人里头混进去个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叫玩意儿？什么叫？您说那几个人我都听说过。那个吕纳超是谁呀？你看吕纳超吗？哪一位呢？哎呀，吕纳超谁？鄙人。谢谢。哎，说了半天就是您呢。就是我。您歌词写得好。比他们稍微强一些些啊、那您一定写过不少歌了吧？写过的歌不是很多，最近呢主要是忙于这个歌曲改编的工作。你怎么还改编呢？前面我都说了嘛，现在很多歌曲啊曲子不错，这个歌词差点意思，拿过来之后我熬上几个通宵，
给它改变一下，让整体这个格调更加的升华。哦，明白了，你把人家歌词不好的地方，哎，对，通过您的修改创作，让这歌曲提升一个档次，水平上去了。您改了多少歌了？大概其有个700多首。嚯，这不得，这工作量还不小呢。这个闲了我就写嘛。那太好了，今天难得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？您在现场把您改编的歌曲给大伙儿唱一两首，让大伙儿欣赏欣赏，怎么样？来来吧。哎，好，这热情我是感受到了，是吧？但是十分的抱歉。抱歉什么呀？今天就唱不了了。为什么呀？下回吧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个人唱我的改编歌曲有一个习惯。什么习惯？我得有伴奏。哦，那没关系，我们那儿有键盘老师，不成给您弄那个伴奏带，一放您就唱。那不耽误功夫吗？你看现在人都响了，人家，你给我关了。哎。下回呢，我把我吉他拿上来，一边弹一边给大伙唱。哦，有吉他就能弹唱。对对对，你这不巧了吗？啊，有，有有，真有真有真有就算了，那个哎，真有怎么还算了呢？主要是别人的吉他呀，我怕我用着不趁手。我跟您说，我们这是好吉他，拿上来您一弹您就知道了。好吉他，别找理由推脱。我下去把琴拿上来，让他给大伙唱。不合适，哎，那个合适，哎。早知他这有吉他，我就不吹，我就不说我会了。这事闹的，老师，这是报上来个局的。嗯，拿上来了，我给大伙展示展示。好，改编歌曲。嗯，您各位主要听我这个歌曲改编的巧妙不巧妙？然后我们一起来欣赏，展示展示。来。我醉啼酒游寒山，霜花满天，一夕寒气冷风帆，酒洒河山，仰望蓝水明烟，翩翩却落人间，抬手间我就落石山前。多热情，唱的还真好，是不错。这歌我听过，那老歌了吗？这歌叫《游山恋》，古风歌曲。对对对，唱的好。那你们主要听啊，我改编的怎么样？改了吗？怎么不注意呢？怎么改了吗？哪儿改了？多明显呢！哪儿啊？中间有个片段啊，我是这么唱的吗？你是怎么唱的？那原唱呢？啊，就这样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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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成，这不行，这一个字不能算改编。那依着你说呢？哎，人真正改编得有您自己创作思想的，最好是大篇幅的、大片段的。有吗？多了，嗯，700多首的嘛。啊，是那个周杰伦知道吗？您刚才不是还提周杰伦了吗？哦，就排我后面那个。对对，怎么没羞没臊这人？周杰伦啊，有首歌叫。摸黑头，听过吗？什么叫摸黑头啊？有首歌吗？摸黑头，那叫摸黑头。对啊，嗯，嗨，那是个鸡尾酒的名字，摸黑头啊。就这首歌，我给改了。人那么好的歌，您给改了，哪儿好了？严重的不接地气呀、啊！怎么不接地气呀、啊？我问问你啊，喝过摸黑头吗？我呀、啊，啊，没喝过。你这甭说喝过，见过摸黑头吗？没见过。你跟你爱人约会点过抹黑头吗？没点过。为什么不点呢？没有爱人。没有爱人就不要再炫耀了。他说这有道理，要不是听过这歌，我也不知道这名字什么意思。还是哦，所以我给他改了。您改成什么了？非常的巧妙哦，我把这个抹黑头改成了二锅头啊。这么一唱，哎，大耳朵一听非常的接地气。这怎么唱的？这个我给大伙儿唱两句啊。您给唱唱。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啊。这就改了。你不要讲话哦，我这正唱着呢，你横插一句。再来一遍啊，再来。
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，改了，再来一颗花生和一个毛豆，那够吃的吗？喝一口白酒，哎呦，闻一闻毛豆，抠门。他说这样的生活才能算享受。没见过这么抠门的，约人女孩一起吃饭，闻一闻白酒，看一看毛豆，吃都不让吃。你说这人得多抠啊？你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呢？是吧？多可气啊，这个演员。我怎么了？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，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。你见过人家哪个歌手唱歌旁边总站个捧哏的？凤凰传奇。这不赖我搅和你啊，啊，关键是你改着歌词还不如人原来的曲呢。这首也不成，差远了，不成再给你换一首吗？还有呢，你多这700多首呢吗？啊，换一首。换一首什么？你刚不是提那个凤凰传奇了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们有一首歌叫《最炫民族风》，嗯，听过吗？还干嘛听过呀？啊，《最炫民族风》这大伙儿都会唱啊。哦，还能唱？那当然了，就那个嘛。啊，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。留下来。你听啊。这歌多上头啊，这歌我玩的挺嗨呀、啊、挺是不是啊？这你就上头了。上头啊，那你是没听我改的哦。听完我改的你更加的上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这首歌就是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创作的，根据我改编的。对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我问问你啊，最近是不是在减肥？那是，但是一到了晚上又特别的想吃东西。对，一吃东西吧，心里边又特别的内疚。太对了，我改编的这首歌曲啊，把你心里边这点小心思全能给大伙唱出来。哦，那您赶紧给大伙唱唱，我们听听，感受感受啊，热闹极了。到了晚上就饿得快，是拿起了手机我就点外卖，吃点了一份冒菜，看得我直发呆。怎么？里边全是让我长肉的食材。完了，这份冒菜不能让我吃痛快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我减肥路上的阻碍，我要重新把它来安排。怎么安排呢？挑出了肥肉、鱼丸、豆腐块，辣椒、油月全部倒出来，能吃了。豆粉、火腿、莲藕、大白菜，还有香肠、豆腐和粉带，都挑出来了。长肉的东西全部挑出来，这回我就能吃了。发现只剩下个塑料袋啊，留下来别撤了。